我是一位记者，更准确来说是一位数据新闻记者。那这份工作做了有3年了。上个月我和妈妈打麻将的时候，我就问她说，你知道你儿子做什么工吗？我妈妈就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知道啊，你就做记者嘛。但我说，那究竟是做什么样的记者你知道吗？她说，就做记者的阿桃，就是阿头。那个哦，已经是我5年前上一份工作的事情了。所以我的妈妈和大多数人都一样，都不知道什么是数据新闻，但也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但我不怪她，因为我应该是马来西亚第一位，可能也是唯一一位数据新闻记者。那这个职业呢，跟其他一般记者不同的地方在于说，一般的记者做新闻的时候去采访的就是一个人物或者是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但我说故事的对象就是数据，也就是 data。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一下数据和我们的故事。那我从小就喜欢说故事，第一是人生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站在幼稚园的2张椅子上。你可以看到说，当时我妈妈那个时尚品味不错，这个打扮到今天30年后还是不会过时哦。但是到一直到我进入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说故事可以是非常有力量的。当时我进入一家本地大学，修读的是化学工程系，然后当时就因为 reformacy 政治改革运动掀起了这个学生运动，然后我是一位热血青年，就一头栽进去。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听到了看到了很多其他的故事，有华教工作者捍卫母语教育的故事，有原住民家园被霸占的故事，也有为了捍卫这些弱势群体的权利而被逮捕坐牢的人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感到愤怒之外，它也让我了解什么是压迫，什么是歧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所以毕业之后呢，我放弃成为工程师，我要成为一位说故事的记者。我希望把这些弱势群体的故事说给更多人的知道，那我希望这些故事说多了，它就不会再重复的发生。但是一直到2013年，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美国纽约大学去念新闻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到原来数据也可以拿来说故事，而且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 Data Journalism。 而我回国之后，我也想变得很酷，对不对？我就开始在亚洲地区推动这个数据新闻的这个工作，然后除了做数据新闻，我也包括提供这个数据新闻的培训给记者。那一般人对数据的这个想象第一个印象就是它很多数目字，对不对？很闷，很复杂。如果每一次去约会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跟对方说我是工作内容是数据的话，我恐怕这一辈子应该都找不到女朋友了。但是大家放心我是结婚了才加入这一行的。但是今天如果我告诉你，数据不但可以说故事，它可以很好玩，它甚至可以推动我们的民主发展的话，你会相信我吗？我会用接下来时间来尝试说服你。那我希望从今天之后，你看到数据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情人一样。你现在看到这个数据是2013年全国大选每个国会议席的成绩，还有每个国会选区的这个选民的人数。那当时这个数据拿到的过程不简单当我拿到那个数据的时候，感觉就是这样 ，yes， 就跟看到情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们一定觉得我有病啊，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数据，我和当今大马就合作，我们做了一个新闻游戏。这个游戏的对象是年轻选民，第一次投票的选民。那主要跟他们解释说，如果你这个选区的人数的多少，其实是会影响你最后的选举成绩的。那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游戏。首先你必须要选择你投票的那个国会选区，那我是在柔佛的这个巴杜巴投票的。那之后你就选择一个你看得最不顺眼的一个对手，大家可以猜一猜上面这人是谁。然后你就进行一场打斗，然后我输了。为什么我会输了呢？然后原来你会发现说，原来我的对手是布特加亚，所以在巴杜巴哈这个选区的人数是布特加亚选区
选民人数的5倍。那两个同样是国会选区，选民人数不一样，但是都选出一位国会议员，对不对？那也就代表说，其实布查加的一张票等于巴杜巴的5张票。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在2013年，国政可以得到只是47%的总得票，就可以赢得60%的这个国会选区，然后执政中央政府。那是因为当时候国政所赢得的选的议席里面，大多数都是人数比较少的议席。除了这样的一种国家的这种属于用数据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大课题用有趣的方式来带出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数据把这个课题和你个人联系起来。因为你每一个人都，如果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投票，这个游戏都会把你的选区、把你的选票，让你看到这个问题怎么样影响你手上的那一票。这个只有数据做得到。除了国家大事，我们还可以把数据，将数据把个人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那这是一个互动新闻。这个是我在70周年这个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所制作的一个互动游戏。然后这个我当时得到这个数据，就是当时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所造成的破坏的那个数据。然后我就用它来模拟说，如果同一颗原子弹今天落在我们的家乡的话，所造成的破坏会有多大。我们来玩一下哦，我们就把它原子弹丢在这里好不好，马华大厦哦。来找一下，哎，找到了。大家有没有一点紧张？哎，炸弹来了哦！注意看上面哦，嘣，没事哦。大家看到说，你看到中间那个红色那个圆圈里面有90%的人都会死亡。那如果你的家不在这个圆圈里面，你不要就很高兴说我没事。你看到外面的话，最大个的那个黄色的范围的圆圈里面哦，你家的那个玻璃会因为震动而破裂。所以这个方式，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图像的方式，让我们的读者可以去设身处地的体会一下当时受难者面对的这个情况，然后从中去重新思考去看待这个历史事件。那我们看到数据的功能强大，但是我们往往在用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找不到数据。为什么找不到数据？因为有数据的人拒绝和我们分享他的数据。谁的数据最多？政府，对不对？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就有人发起了一个运动，叫 Open Data， 就是开放数据运动。在过去10年，它已经成为一股全球的一个运动了。那诉求非常简单，就是政府应该要开放数据，让我们公民用最方便的方式免费的去使用这些数据。背后的逻辑就非常简单，政府是使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收集我们的数据，对不对？你每次跟政府机构接洽的时候，你给他的资料到最后都会进入政府的这个数据库，然后政府统计局每10年都会进行一次的这个人口普查，就是派官员到你的家，一户一家的去问说很多的问题，你家有几个人，你赚多少钱等等。到最后这些数据收集起来的时候，制定的政策就会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用的是我们的钱，收集的是我们的数据，制定的政策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没有理由政府不让我们获得这些数据，对不对？那数据呢，是会说话的。如果你有数据的话，我们也可以掌握这些数据的话，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社区，我们周围的环境，让我们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我在这边给大家两个例子哦。一个是马来西亚人，我们非常喜欢吃，我们可以开车1-2小时，我们可以排队1-2小时去吃一盘那是干儿。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餐馆是不是干净的，然后我们一直看到报纸说这个餐馆被关闭它的安葬，我们才吓了一跳，对不对？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地方政府可以开放数据，让我们知道说这些餐馆卫生检查的数据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放上一个网站让大家去查询，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放到我们这个美食 APP 里面去哦。你看到说这些顾客的留言的照片，你还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餐馆之前有没有违规，它的卫生评分到多少，它有没有被关闭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更加能够有效地去推动这些餐馆提升他们的这个卫生水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你的家附近发生骨痛热症 Dengue 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知道的？是邻居告诉你的，还是
市议会到你家去碰文物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家里已经变成黑区了，我赶快去清理这个积水，然后去买防蚊膏。但是各位，太迟了，对不对？就如果说卫生局把这个骨痛热症的病例的数据开放给我们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个这样的服务，就是说你告诉我你的居住地点，你的这个工作地点，然后如果附近有发生骨痛热症的话，我在第一时间会发一个短讯给你，提醒你做好防备，这样不是更有效吗？开放数据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公民可以去监督政府的操作，去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为什么？因为有了数据，我们知道政府赚多少钱，你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你去干了什么事情。在2016年的年尾，我们的前首相纳吉带了一家人哦，包括他的太太啊，就坐了这个官机，官机就是我们纳税人买单的这个政府飞机，到澳洲去度假，给记者抓到了。记者是怎么抓到的呢？哦，难道去派人去跟踪吗？其实所有的这些飞机，大多数的飞机的飞行的行程和资料都是公开的数据，然后就会有网站去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然后放上网，然后记者就是上这些网站去确定了，哎，我们政府飞机飞到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再配对当时候纳吉的儿子在社交媒体上面放的照片，度假照片，来确定说是这一家人就是坐着我们的官机到澳洲去度假。所以数据的使用有时候在这个情况里面是很直接也很简单的，但效果非常的大，对不对？那数据可以让我们参与这个政府的制定的政策，让我们找到一些政府找不到的问题，甚至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带大家走远一点了，我们到纽约去看一看。纽约市政府一直都是这个开放数据的领先者，让你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开放数据网站上面，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政府数据，包括说每一张这个非法停车罚单的这个资料。就有一个纽约的这个市民非常的爱管闲事，他就去把所有这些把车放在这个消防栓旁边然后中罚单的资料给找出来，画了一张地图，他要找出究竟哪一个消防栓是赚最多钱的，就罚单最多的那个消防栓。他发现了那个消防栓最赚钱那个原来很有问题。你看这张图你就知道了，消防栓和停车位之间有一个走道，然后那个停车位上面的白线显示它是一个合法的停车位，所以很多人就无端端的把那个车停在那边，然后就中罚单了。他把这个发现写在自己的部落格上面，然后引起了本地媒体的这个报道。在两个礼拜以内哦，纽约市政府就赶快过去把那个停车位的线重新画过，告诉人家这个地方不能够停车。那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为纽约的市民每一年省下几万块的罚款。如果你是市政府的话，你大概就希望这个人赶快搬去其他地方住，对不对？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停车位，但是它让纽约市这个城市更加美好了一点点，对不对？很多时候一座城市之所以美好，并不是因为它管理的人管理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市民的共同参与和建设。而开放数据就是让我们可以参与公共决策最好的材料。我们再回来马来西亚看一看哦。马来西亚在2014年其实就开始推动开放数据政策，而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开放数据网站，叫 data.gov.my， 上面目前为止已经有接近7000个来自不同政府机构的这个数据，看起来不错，我们表现得不错，但其实比起其他的邻国，我们还是非常落后的。那么开放数据其实是有一个国际排名的，叫做 Open Data Barometer， 或者是华语翻译叫做开放数据晴雨表。那么最新的这个排行榜是2016年，马来西亚在114个国家当中，我们排行第53，在100分的满分里面，我们只拿到28 fail。我们的邻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都比我们排得更前，而且更加糟糕的是，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排行就不断的在跌，然后我们的邻国是在往上走，就我们在往下走。但是要推动这种开放数据的运动哦，除了我们依赖政府以外，其实在场的每一位都有一定的角色可以扮演。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有什么有趣的这个数据，然后你可以去把这个数据分享给朋友知道，你甚至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来找到问题，甚至找到说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进一步贡献的更多的话，其实本地有两个非政府组织是在推动开放数据的。第一个叫做 Hacks Hackers KL， 是我和一群朋友发起的。那我们主要就是结合媒体人和科技人的一个平台，希望两方面的人可以合作。第二个叫做 Sina Project， 他们从2011年开始就推动开放数据的运动，他们是把政府的数据数码化之后放上网，让公众可以免费的去找，就是民间版的一种 data.gov.my 的一种概念。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哦，今天大家在座的每一位，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点点的事情。如果你还记得今年的509，我们出钱，我们出力，我们全情投入，我们创造了历史，对不对？我们用手中的选票把中央政府给换掉了。但是投完票之后，大家的很多人的心中那一把火好像就灭了。我们就回到家里说，认为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就让选出来的新政府来按照我们的想象，把这个新的马来西亚给创造出来。如果做得不符合我们的想象的话，我们就上网去投诉。我们投诉不够，我们去骂人。政府做得不好，骂是应该的。但是骂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就只能够这样子吗？所以我相信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多做一点点，把东西做得更好。我在过去20年哦，我就用说故事的方式，多做了那么一点点。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本身的专长，你们有专业。如果我们大家都多做那么一点点的话，那马来西亚未来的故事，那距离我们的想象再接近一点点。谢谢。